心量太小，不但出不了三恶道，怕的是出不了三途。为什么呢？如果是过分的自私自利，放不下财色名利，我常讲这四个字，都没有办法离开三恶道。这心量小啊，想得太小了，都想到自己。你是多可怜，没有为国家民族想，国家民族也不大了，为没有想到全世界众生的利益，想到全世界也不大，这个星球在太空当中很渺小。我们比不上佛菩萨，佛菩萨起心动念是为遍法界虚空界，像弥陀在因地，为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六道众生就着想，这个心量多大所以他能够成极乐世界那么大的道场。我们想来想去，建个大的道场，能够容纳一两万人，不得了了。你的建设超过北京皇宫，在一个山头上，有个几千亩、几万里、几万亩地。小道场从在这个地方产生了贪念，放不下，你就离不开轮回，离不开六道。这个地方建设太好了，念念舍不得离开，来生便出生，守住这个地方，舍不得离开呀。几次出生到转生之后，就到恶鬼道去了，地狱道去了。他不会往上转，他往下转。你就知道他可怜。我那个六合园有一只猫很多人看到的时候，过去不知道是哪一代的主人。这个房子我接到的时候，我是第五代，我只想前面不是第一代就是第二代出家人现在变成一只猫。这个猫认地不认人这个地方就是它的，它不会离开它跑到房间里面去，主人坐的这个座位它老是到那去，它不坐别的位置，它一定坐了像主人的样子。这是什么？贪念。这个道场这小道场如是，大道场更不得了所以学佛的人绝不收藏一般是真爱的东西，不要，晦气贪心。
啊，要通通能放得下。啊，我们所要的参考资料是常住的，不起贪心啊。不是我的，我走了通通是常住的。啊，自己一生一无所有，你才容易往生，容易脱离六道轮回。这个事情不能不知道啊，千万不要像世间人一样的妄想，据为己有啊，身都保不住，哪能有身外之物？要放得干干净净。